乘左三条线，周氏。出事，至于左三体式。虎熊的第一个动作，重心前移，叫猛虎跳涧。这是一步，然后左脚向左斜前方上半步，两拳向上钻。然后三步，这为虎扑，左脚向前上半步，两手向下抓裸，裸带钻出，右脚向右斜前方上一步，两拳扑出，垫脚扑出，这是虎扑。做虎扑的时候，注意要手起耳钻，手起耳钻，手落耳翻，手肘齐落。注意，挺腰伸肩，要把腰肩打出来。虎扑，这是虎扑。上一步。虎扑的转身，注意前脚向后脚尖前扣步，两手抓裸拉回，转身向左前方上步扑出。如果是左脚在前，左脚的脚尖向右脚的脚尖前扣步，两手抓裸拉回起钻，上步扑出，这是虎扑。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虎托，左三体式，左脚向前进半步，右手向左掌下撑开，然后向下画弧，画至腰间的时候，两掌翻转，以掌心向前，右脚向右斜前方上半步上一步，两掌以掌心向前用力拖出，两掌高于小腹，臀部向下松动。上半步垫掌撑开，画弧翻转拧转，上步拖出，转身和虎形相同，只是手法不同。注意虎托发力时，两手要有撑力，到下画弧的时候要有果，然后向前托低的时候打一个向前下方的力，向前下方的力要把要松肩，臀骨要坠，头要坠，两掌之间有一拳，不要太多，有一拳高于一拳。虎形的收势，打到原地位置之后，虎扑，如果是虎扑的时候，
左脚在前，左脚收回，左脚收回，右拳钻出，打出左三指式。如果是右脚在前，右脚收回，打出右拳，再打出左三指式。虎托，同时